吸引孩子的玩具不一定要花钱哦，自己动手用冰棍杆做口琴，很有趣哦，来试试吧。还需要牙签和橡皮筋，白纸裁剪成冰棍杆大小，不用白纸，用塑料包装袋替代，声音不一样哦。可以装饰一下，很简单，动手试试吧。关注我，持续更新精彩内容。